刚刚重新来打开我们的 BGM， 这次的话是由小伙伴送给幻藏的一窝蚂蚁，我们来开一下箱吧。山东省潍坊市出藏，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毛发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箱子里有什么吧，我们从反面打开吧。迷之聚焦啊，气儿就过来聚焦来是。你决心来了，不、哦，这打包，我一点一点往外拿吧。冰袋。这是一窝大齿蚁，我记得是这是一窝鸡翅，没东西了，我们来把这窝鸡翅打开给它看一下吧。镊子呢？鸡翅的状态很活跃的。大概上百公的样子吧，待会找一下有没有蚁后还活着没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齿蚁吧，用什么呢？对了，这个小伙伴的话也出蚂蚁的鸡翅的话，以后200公我记得是100来块钱来吧，然后是他好像喂的是喂白蚁，我们找不到盒子了呀，其实我还要黄了。那我把视频放2P吧，我们先打包。